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An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分享陈丽云嘅演艺人生。陈丽云响1990年参演咗《富贵冤家》，我系 Tuna Fai 饰演三姑，四驱胜乔胜系1991年嘅作品。而1992年呢，佢参演过《摩登72家房客》。金裝戲寶之阿蘭嫁穗，佢飾演陳太。1993年賭神秘笈93，天蠶變之再與天比高做麗紅，中國教父做奶媽。而在1994年呢，有中國教父再起風雲做田媽，冬日驕陽戲王之王做梁銀，碧血青天杨家将做杨八妹，碧血青天珍珠奇都是做杨八妹，而少林二世洪熙官呢就做童千根妈妈，九王夺位是做静心师太，狼心如铁又叫失落真心是做方姨，美梦成真做罗丽娥，是1995年的作品。同年还有一屋两鬼三人行，又叫再续隔世情，九品芝麻官做朱母，新包青天英雄本色做牛母，新包青天告亲夫做四婶，新包青天殉情记做赵三娘，新包青天合骨神算做七婶，新包青天蝶影遗恨做范梅氏，新包青天的二胆柔情饰演村民，而新包青天的三婶状元就做老举母，新包青天的沧海月明珠有泪做前妻，新包青天的仇之剑呢就做李妈，而新包青天的大執法他就做王嬸的，還有精武門是做武田家下人，殭屍道長是做陳桂香，而去到1996年就有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做張二妹，再見艷陽天做蝦嫂，千王之王重出江湖做萬大嬸，殭屍道長二做张妈，在真相旧恨里面饰演康魔康妈，而真相暗杀风暴里面饰演垃圾婆，还有亲亲亲人里面饰演邓好，凤凰传说。至于1997年有肥猫正传做云衣，等着你回来饰演欧阳九姑，97变色龙做红姐，天长地久做李妈，我来自潮州是做八婶的。至于1998年呢，有刘文律师做方姐，非常女警做龙婆，穆桂英做杨二娘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做平妈，我来自广州是饰演常姐的。去到1999年了，中横四海饰演流产所医生，肥猫正传二饰演海母，南海十三郎做华婶。而2000年呢，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饰演福妈，世纪之战饰演常姓婆婆，曲中情未了是做钱慧瑾，与狼共枕做钟妙群，电视风云他做小母，理想的爱饰演岳母。2001年有苏东坡，他是饰演牙姑。2002年昌共夫妻饰演梅婶，有求必应饰演银行的客人。2003年《女侠
叮叮当饰演金老夫人，万家灯火饰演英姐。2004年呢，有八号巴士站站情饰演华婶，二世惊情梦是饰演东武，情陷夜中环是饰演欢姐。2005年的作品，同年还有危险人物之省港枭雄饰鹦鹉。2006年就有义无反顾的洛婆婆。2008年就是火蝴蝶饰演婆婆。2010年香港高高高。2015年大地遗孤饰演凤翔日本姑母。至于香港电台电视部呢，他就曾经出演过1980年的屋檐下父之歌饰演陈太。2009年癌变解码还有盼望饰演辉母。海关故事迷迭香行动饰演面包婆。刘金仲有生之年饰演玉姐。2010年爱回家两人世界饰演 Erica 妈妈。正义搜查线一念之间离流饰演梁婆婆。火速救兵之危机四伏饰演恩母。而2013年一念之间二呢，谁把玻璃吃了饰演敬者。2014年同女有亲，同你有亲饰演张秀珍。医护人生饰演陈老太。而2016年有仓出租，他是色迷你仓的租客，在第11集出现。至于在无线电视，他就拍过1982年《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》，饰演阿朱易容的慕容老夫人。1986年《赤脚绅士》，而在 Will TV 呢，他就出演过2018年《迷失假期》，饰演黎芳。他曾经演出过的节目包括1972年《丽的歌坛》，是在丽的电视出演的。1976年亦都是丽的电视林家声粤剧特辑。而2009年就是亚洲电视的金像影后爆喜症。2009年还有有线电视我不是女配角陈丽云。有线电视的 Johnny B. Good。亚洲电视亚视百人是2012年的作品。还有光辉岁月亚洲电视55周年。而在2013年就出现亚洲电视的星动亚洲。他演出过的电影包括1991年豪门夜宴，1992年1002夜之血咒，1995年1002夜之空月。而2008年呢，就有天水围的日与夜饰演梁宽。2009年旺角监狱饰演娴姐。2010年饰演婚前示爱。2013年出演迷离夜、小学鸡大电影。2014年有不是白痴、微娇少女、失恋急扬。而去到2015年就有十月初五的月光、踏血寻梅。2018年就有非同凡响、无合。至于2019年就有犯罪现场饰演姚生的母亲。而2023年就有说笑之人饰演四姨，还有一个待上映的爸爸。他其他的演出包括音乐录像是2016年李克勤一个不能少的 MV。 好，陈丽云的演艺人生就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记得订阅啦，拜拜。